Hello， 大家早安！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早上。我呢，每天早上要准备起床之前，不是准备起床，已经起床了。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玄关这边。第一件事，起床一定要喝水。那喝水的时候呢，我就会顺便吃那个我的红玛卡。看，我就会直接放在我的玄关，就会有黑玛卡跟红玛卡。我出门就会吃一包白色的，那回到家晚上洗完澡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吃红色的。早上起床一定要空腹喝温水，那空腹喝温水其实我觉得配置刚刚好，因为这个粉量真的有点多啦，所以不要直接倒到喉头，你可以倒到舌头上面。我真的觉得女生在保养不用太多，很花时间，但是我觉得爱自己的表现真的就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许可之内，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很少跟人家说什么几天有感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几天有感，我只能说你持之以恒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告诉你，就让你的身体证明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然后也可以真的帮助到你们。我最开心的还是希望它能对各位女生们有帮助。那其实红玛卡除了对女生有帮助之外，它对男生的帮助就是可以缩小前列腺的 size， 你们可以自己查文献。再来呢，早上我就除了吃一包这个还喝水。那再来就是我的眼睛，女生真的好好保养自己，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，因为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你会开始发现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才是那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呢，就是素颜的状态。目前我的皮肤还算稳定中，所以继续维持。其实我保养品真的没有那么特别多，主要是吃保健食品，还有喝水、运动，这是真的。不要呛到喽！我一开始以为呛到，后来发现就是倒在前面，不要倒到喉头就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晚安。现在就是差不多洗完澡刚回家洗澡的时间。那一样人在玄关的时候，我就会趁这个时候再吃晚上的那个玛卡。你们今天晚上有吃了吗？其实，在一般边吃红玛卡的时候，你就会喝了蛮多水，所以睡前两个小时不要吃。原因是因为我怕你们半夜会起来尿尿，是这样子原因。你们今天吃了吗？